他们的 spirit 啊一定要很强，如果他不强的时候啊一定惨的，但是他没有办的，没有办走啊哦啊，如果有 flat 啊他们去走了，然后 flat 的推了他们就没，不如你用英文来讲不可以啊，我要讲中国的历史嘛，你要讲所以华语比较不要用你讲一个是我们的母语吧OK OK 继续、啊、我第四我听不懂说完、啊、这个就是啊大纳伦多啊，对 Mr. Wong 所谓的大纳伦多OK OK continue 你那个 history So, every time when you talk about the Yellow River, so it's about the river. Okay, okay. Why is the spirit very strong? So everywhere you go, you see the art of Yellow River, or even you look at the fire. I've been to the演奏会，哇，很包覆了他们唱，对了，好像黄河一样，对了。你有去听过吗？那什么南洋三包协助的赞助？听过一次啊，在中国来的。Malaysia 也是有一个华乐团啊，有演奏过这个黄河。他们的主题是黄河啊。要唱个演奏很难表达。你是外头，为什么我 default？default 去华语的哈，什么 default 去华语的，你在讲华语的，我不知道我 default 是英文来的吗？应该是 OK 清唱清唱，还要继续吗？啊还要继续你的一句吗？啊不用了，下雨啊没有